二少奶奶，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，老爷的寿辰，所有的达官贵人呢，都来给老爷贺寿。你们呢，要准备稳妥了，是不能丢张家的脸面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，大少爷？别快来了，别让爹不开心啊。放心吧，有我盯着呢，不会有事儿啊。行，盯紧点。 你不知道情况的人，还以为你是张家的女主人呢。我才是张家的账房正室呢。老太太去世以后，我才是这个宅子的女主人呢。我在的时候，就轮不到你。我知道了，知道就好。时候不早了，老爷一会儿就要出来了，你赶紧去把子谦找回来。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。我这就去。 欢迎大家光临，谢谢，谢谢。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吧。爹，不行吧？哎，子谦呢？哎呦，这个小家伙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爹，您先请吧。请吧。好，好，请。来来来，吃点，吃点，吃点。爷爷。哎呦，娘，不知道爷爷做寿啊你。 给爷爷说句吉祥话。爷爷，子谦祝您长命百岁，寿与天齐。好，子谦是越来越会说话了。来，爷爷给你个红包，啊。
谢谢爷爷。来，我带你见见客人啊，走。就你，非得打气。你说吧，你把听之取回来，肚子又不争气了。还好我花钱把子谦买回来，为张家寄回香火。哼，要不然你哪来这么安稳？行了行了，这个家就是有你的。这是陈老板啊，这是我的孙子子谦啊。子谦少爷长得一表人才啊，将来必定成大器啊。以后还要靠大家多多提携啊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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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老爷，天宝少爷回来了。啊，来，走走走。天宝，天宝，爷爷，天宝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爹，爹，别激动，问清楚再说。哎，你凭什么说你就是失踪了八年的天宝啊？因为我把你们失踪了八年的儿子送回来了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你就这么恨爹吗？恨这个家？淑婷，爹，爹，爹。死不能复生，节哀顺变。淑婷虽然没有回来，可是她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你。哎，你说我二弟投奔你那儿去了，那当年他离开家以后，我们铺天盖地的找他，你就不知道吗？我
也看过报上的寻人启事了。我曾经劝过舒婷，可是她说自己对这个家已经失望了，死活都不肯回来。我是她的好朋友，我怎么能不管她呢？她是怎么死的？这几年我们俩一起做了点小生意，可是生意一直都不好，也怪我粗心。前一阵子天天下大雨，我就可以找人修修那房子的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我真的没想到那房子会塌。你没想到？那你们怎么会没事啊？那天我去接孩子们，于大我去给他们送伞，老爷你们也别太伤心，我把天宝带回来了，他是你们张家的人，他早晚要回家的。爷爷，爹，你别激动，事情的真相还没调查清楚呢。如若把他们爷俩安排好，这个孩子就跟我住吧。爹，这合适吗？哎呀，就按我说的去办吧，我自有打算。是。爹，我哥呢？你别让他一个人在外边，爹。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以后他就是天宝，不是你哥哥。爹，记住了，我不叫他哥了，记住了。你要是再敢管他叫哥哥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我知道了，爹，我不叫了，记住了。